Hello everyone, I'm teacher Sophia. 我是 Sophia 老师，今天要来教大家英文连音。那我们先来看一段 Sophia 老师和学生一起唱 Speechless 这首歌。Speechless, go! Here comes a wave meant to wash away a tide that is taking me under.Swallowing sand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my voice drowned out in the thunder. But I won't cry, and I won't start to grumble. Whenever they try to shut me or cut me down, I won't be silenced. You can't keep me quiet.大家听完这一段觉得怎么样呢？好像也还好，对不对？不太难啊，我也做得到，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吧，大家都怎么念呢？ Here comes a wave meant to wash me away。 如果这样念的话一定跟不上节奏，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几个连音呢，可以暂停一下，然后想一想。好，现在公布答案咯。这边，那大家怎么念呢？ Here comes a wave meant to wash me away。 那唱给大家听哦。Here comes a wave meant to wash me away。 其实前面还有一句，对不对？但是我想讲这一句，大家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连音呢？有没有发现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如果你这样念 Swallowing sand left with nothing to or toSay 一定又跟不上节奏了，那这边的连音在哪里呢？好，我要公布答案咯。好，为什么是划线呢？因为其实你没有发现你根本没有听到这个 T 啊，你也没有听到这个 TH， 所以这个节奏非常快的两个字该怎么念呢？不是 left with， 它只有念 left w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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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就唱稍微慢一点给大家听。 Swallowing sand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节奏非常快， left withNothing to say。 好，下一句话咯。 My voice drowned out in the thunder， 哪里有连音呢？好，公布答案咯。好， My voice drowned out in the thunder。 所以如果我们加上前一句要怎么唱呢？ Swallowing sand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my voice drowned out in the thunder。OK， 下一句我想教这一句，然后我都跟学生开玩笑啊，
我都说，如果你们坐在椅子上面，你会念 sit down， 那这句话就会唱得非常不标准。因为这边不是有一个吗？ D-O-W-N， 你们都怎么念呢？是不是念 down？ 好，它应该要念 down， down。所以我先念一次正确的。So come on and try, try to shut me and cut me down. 那我唱一次哦。So come on and try, try to shut me and cut me down. 那针对中式的唱法，我当然没办法全部都这样唱出来，像是说 try to shut me， 这样子的话根本跟不上那个节奏，所以我就针对这个字来念成中式发音给你们比较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听。 Try to shut me and cut me down， 还是 down。 好，最后一句我想讲的，这是最难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节奏又非常的快啊，那连音在哪里呢？或是有没有被省略掉的音呢？那如果你们还记得影片中的话，其实这句话我唱完就马上笑了，因为我们其实录了三次，可是呢最后一次才成功，因为这个节奏快到其实我也需要多听几次这首歌，我才有办法跟得上这个节奏哦。那这个要怎么念呢？ When they try to， 所以在歌里面它是怎么唱的呢？ When they try to， 节奏是非常快的。 When they try to suffocate me。然后啊，我现在请各位再回去听那首歌，你再来跟我说你觉得小朋友厉不厉害，因为他们都有跟得上哦。那我们三个其实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我们都非常喜欢唱歌，所以透过歌曲，他们其实英文的发音变得非常标准，阅读能力也提升了，因为他要为了跟得上歌词的节奏，所以它要扫得很快，有没有？所以我邀请大家可以，我会把它的那个连结留在下面，让大家去听听看这首歌。最后建议大家，不管是自学或是有在上课的学生，其实我觉得呢，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不但有上课，然后也有利用课后的时间学习，接触很生活化的，比如说影片啊、歌曲等等，让英语可以跟生活做结合，这样子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然后帮我留言，希望下次看到什么样子的教学影片呢？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